我帅，我素先生，素先生牛逼。Q 出来的速度跟攻速有关吗？没关系，这个跟攻速没关系。他 Q 出来的弹道速度是固定的。W 的位置不是很好。哎呦，傻逼了，傻逼了，走，兄弟们，走，我忘了我没 W， 好蠢呐，我操。猪逼了，猪逼了。
大招也给了，闪现也给了，他妈伤害是真的高啊，伤害。我火刀也不敢 A 呀，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当心炸药桶，快，很快很快，感觉应该出三项了，我就怕出新人刀扛不住杰斯一套爆发，连反打都做不到。炸兵线我一桶也炸不死小兵了，没西兰刀，伤害不够，把小兵炸死。清算就要来临了，烧吧！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差点又被剁掉了，兄弟们，差点又被剁掉了。什么运气啊？是运气啊，大哥！什么运气啊？什么运气啊？
哎，我手感不行啊，我手好冷啊。这第一把玩的好菜嘛。感觉不能打，死亡轰炸，小地图能打开吗？不能哦，我没开延迟，我只有十秒延迟。当心炸药桶！ Rampage， 这就是比尔吉沃特的神子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差一点，我没大招。哎呦，差点被抢了。我推一波吧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更多火药！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我操，够巴难道伤害太高了吧，离谱啊。我应该闪现上去给他一枪的，我没舍得交闪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Rampage！又一个！死亡的潮汐。那你能跑？给他一拳，一起来玩吧，想不想听我讲个笑话？大
强心炸药。言语毫无，血肉才有分量。兑现期已过，现在你们可以看了，兄弟们，兑现期已过，应该就没啥问题了。我队友已经杀疯了，懂吗？我队友已经杀疯了。哎，完了！我忘了，我刚十三级，我以为我十二级呢，在那里摆桶子摆了半天，我好蠢呢，直接一个平 A 二连桶就炸他了。我以为我十二级，我摆完桶子想用三连桶连他，连他往后拉，不让他依我。结果桶子没连起来，什么水平，兄弟们？什么水平？清算就要来临了，更多火药。更强。你小子他妈的搞事情啊！帅不？刷人头！我操，炸他妈三下，一下没爆。